受到卡努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，豪雨重创南投县仁爱乡。民进党立委吴立华前往勘灾，并在脸书请求大家帮忙，因为连续的暴雨，部落快撑不住了，几乎每个部落到部落之间的道路都是中断的，就连国军前往救灾也在半路卡住。来看一下稍早现场情形。放石头。其实那个货柜屋是一个低收入户的家庭，那好不容易有人捐赠货柜屋，然后摆置在这边。我们这个公路也已经掏空，那未来就是它会有面临安置的一个问题，那还有未来的家园重建，所以村长也在这个地方呼吁，希望能够来很多的善心人士能够提供未来他们这个重建家园的援助。多处道路中断，几乎都是沙石泥水，国军卡车也无法继续前进。那目前呢，南投县府除了由道路前后端进入积极抢通道路，也透过人力运送的方式提供受困民众物资。而根据了解呢，陆军十军团今天挺进到仁爱乡公所，以雾社为据点投入救灾和物资运送补给，而军车呢，因为在半路陷入泥泞，后来由军卡先行通过之后，将车上的救援物资发放到受困村民手中。